你属什么的？我属龙。属龙。嗯。那比甜心大一轮。真的。嗯。正好一轮。嗯。那他应该叫我叔叔了，因为一轮了。是一轮啊，得叫叔叔呀。不用。那我也不想。那你得叫我阿姨。啊，那我。我比你大一轮多呢。那别了。但你发现现在就是城市里的人，心态好的人都不显老。嗯。就有些城市里的人心态不好的，不注意保养的，就嗯，像我们公司来一个95年的，头发白了，白完了，然后头就是一个摄影的，然后当时我们都觉得他是85年，甚至是在以后他95年的，他说他是，天哪，大学才毕业，对年龄特别不像。但现在城市里很多那种大一轮的也没有叫阿姨，就叫哥哥。对啊，嗯，大一轮的不算什么了。对，我去上次我去那个学校支教，那天都叫我叔叔，我当时好伤心啊！真的，那些小学生叫我叔叔，太伤心了，接受不了这。对，早晚有一天你会面对的。现在人家管我叫姐姐，就是小朋友管我叫姐姐，我都不好意思。嗯。随着你甜心越长越大，嗯，我都不好意思。